求的目标，而当拥有了这一切后，便会开始害怕失去的那一天，集齐龙珠，召唤神龙，获得长生不死的力量，永远统治宇宙。这便大家一看，齐龙珠了！哇，好，很好，讲我手上有五颗龙珠了，剩下两颗，一颗在孙悟空那里，一颗在佛。在龟仙人那里，看来离我长生不老的愿望已经不远了。有本事的话，你就自己来拿。来来来，你来，来你来。好，就决定是你们了，金牛特战队。我的能量弹，能量弹，能量弹，卡梅哈梅哈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看我的能量弹，能量弹，再叫你们快点呐、啊，能量弹！你以为你这一个破小人奈何得了我吗？什么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只好皮皮卡、皮皮卡拉、波斯尼亚、贝贝鲁多。哇！超级赛亚人，卡梅卡梅啊！Thank you.
给解救了。就这样，宇宙的大浩劫就被龟仙人与一件内裤给解救了。